多啊，老板说给新的给你一个工资，也听到人工一样，要工资说工资没有办法。谁讲的？他们老板讲说。好了，远远的可以看到我们的警车已经靠近了，警车靠近了，就代表说后面我们选手的前导车也慢慢的靠近。那我们一起喊台湾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台湾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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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加油加油！这次四大运透过运动竞技凝聚了我们的共感跟认同，这些台湾的年轻选手共同撑起了这一座运动盛会。他们举这么重，持这么远，跑这么快，有时候就算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人，还是奋战到最后。就是这一股拼劲结合了社会，也让台湾更好。这种台湾精神将永远伴随着我们，面对未来所有的挫折，我们感谢选手带给台湾如此重要的礼物。待会台湾英雄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请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、你们的尖叫声、你们的欢呼声，让他们知道，虽然练习路上很孤单，但是在比赛的时候、比赛之后，他们绝对不孤单。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民都会跟我们选手站在一起，谢谢大家。就是他说，妈，我在这，我留名了。对，也叫什么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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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。Thank you.
尊张宇的那个张，不是张宇，是张宇。对啊，哪个张宇那个张？张宇是一个奇怪，不是张宇歌手。在警察前导车后的就是我们四伤的一队，在四伤一队后的呢就是我们的选手。其实这一次的比赛最辛苦的往往是在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上都有在传的，我们非常辛苦的警察们，他们从比赛一开始可能每天都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，可能早上六七点也要出勤，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努力，但我们知道也是因为他们才有那么顺利的比赛进行，也是因为他们我们的国家才会那么安全，也是因为他们所有的选手才能安心放心的比赛。所以现在警察在我们的身旁，让我们可以做一声警察谢谢你啊，我说警察说谢谢，来警察真的要谢谢我们警察同仁，那么辛苦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伴随着我们，今天要就是他们往往话不多，但是他们都一直在岗位上守护着我们，非常谢谢我们所有工作同仁、所有的警察，还有我们那么完整的活动、完整的呈现给全世界。选手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大家把手上的旗子举起来，让我们所有的选手都看得到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这训练的路上都不孤单，在最后我们台湾的所有人都会陪着他们走到最后一步。国安台湾就包含加油，来台湾加油。